乖耶, very good girl. 那我才11个月。 不可以 sleep 哦，你快睡着了 baby。快 sleep 呢，因为用它的头发这样，它会很舒服啊。 这看别的小孩。再洗澡多少钱？洗吧，加8000。看他洗了。好啊，那再洗啊。那就洗，洗个剪刀。哈哈哈哈哈。好可爱，宝贝。那姐姐加上面名字了呢。右了，OK。然后旁边的。这边比较会翘。那你要把它留长，如果说再教的话。对。 还是会，嗯，对。啊，如果这边也剪太长，也会看这边看起来像小男生。嗯，对。哇 ，What are you playing, baby？ 它原本就自然卷，对，我会修，因为它发尾这个是比较细，啊，对啊，可是其实你这样拨一拨，因为它是卷的，对，这样，对啊，这样拨一拨，其实它的发根是卷的，所以长到这个位置来就会，看不到脚脚吗，毛宝贝？ 好像快睡着了。Hey, smile. 他脚就可以出来吗？脚。对，他一直跳跳跳，因为他的脚。嗯。 这样。Yeah, you're free, baby. 啊，后面就你要剪这样吗？对。
看到你了。嗯。快睡着了呢。Kina, look at mommy. Mommy. Happy birthday! Happy birthday, Kina! Ito yun na sa mga akin.
快睡着，哈哈，也是，还漂亮呢你。前面怎么修啊？刘海，刘海。嗨啊，好可爱啊！哇，姐姐好多玩具哦！我在看别的。
是吧？Oh,